終於睇到比較清楚嘅信息圖片，咁等 Vita 翻譯，大家可以自行判斷一下。呢一度咧就係兩位嘅法醫對話，右邊嘅咧就係前法醫官，而左邊嘅咧就係今次案件嘅其中一位法醫。看完這些訊息，歡迎大家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意見，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。